这是唯一一个不用早起的任务。在他们的任务里，会不会早上起来敲我的门，妨碍我睡觉？不会，真的啊。全部人只对他一个，应该是哦。眼睛肿得这么开了是吗？我摘下来你们会爆笑的。哦，这么肿！天哪，是蚊子叮的吗？不是，眼睁的。那你肿吗？我不知道。说他就算袁亚伟。哎呀，恭喜！哇，李荣浩，模特。嗯，错。李白，李白，说完，他偶像。